大家好，我是Pan，今天来到这个将军澳广场看这个丽苑的展览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进去看看。这个主题呢关于就是宋城的，很多不同电影的作品的场景呢都会在这里见得到的，通常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古装的热门取景地方来的，展示了不同的剑啊、玉器啊、古董啊，还有名画，这些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的。这些入场券是宋城的，有些不同，我真的没见过，这里真的我没去过，因为是丽苑举办第一个一蚊拍卖会，可能有些电器啊所有东西由一蚊开始竞投，不停地加价上去咯。这个就是这个是 catalog 的宣传单张，跟着这个就是乌麦连的 poster。咁七十年代麗苑係一個老少咸宜嘅機動遊戲啊，英麥連奶都喺度拍宣傳啦，連陳偉雄嘅跳舞街都喺呢度做唱片封面噶。後面呢一隻馬咧，究竟係咩嚟呢？應該係木馬啦，我睇馬睇一睇先嚇。哦，咁就係以前嘅旋轉木馬啦，拆咗出嚟，而家就係擺咗喺呢度。如果呢隻馬咧係由呢個鋁同埋玻璃纖維製造噶。咁至噴漆之後咧，就會上下喐啦。咁木馬一定係上下喐噶啦。好啦，咁就呢啲係以前嘅麗苑八九十年代嘅入場券啦，就係呢一扎啦。哇，呢個彩色添喎，呢個應該係新嘅，咁啊，1993年，呢個係最新嘅咯，估係係1949年開幕嘅麗苑，咁就佔地50萬平方米啊，哇，好犀利喎，係南中國近代最巨型嘅遊樂場啊！犀利犀利，有機動遊戲同埋20種嘅射擊遊戲啦，有當當船、碰碰車同過山車噶。哦，咁呢個應該係之前開幕嘅宣傳單張，跟住以前嘅相片啦，珍禽異獸嘅相片啦，有孔雀啊，呢、這個應該係鷹或者係雕啦。咁孔雀同埋白鹿啦，應該係喺麗苑影嘅相嚟啦。呢啲就即係而家我哋嘅打卡啦，去到迪士尼打卡嗰啲就係類似呢啲咁樣啦。咁呢個咧都係入場券，八九十年代嘅入場券嚟噶，另一款。咁就係麗苑嘅動物園啦。咁有獅子、老虎、袋鼠、豹噶。跟住嗰啲羊喎，啲係我未識嘅品種，一兩隻啫。咁都應該有啲澳洲，見到啲澳洲品種。咁大笨象天奴啦，1:64嘅建築就擺咗喺呢一度啦。咁展示咗以前嘅當年嘅麗苑啦。的環境啦，哎，這個我認得，這個是入口來的。為什麼會認得？因為我有看過歷史書，我會知道入口是這麼上下樣的。咁啊，宋城啦，跟住就巴士站啦，咁而家就變咗一個大廈，呢度一個風力流落嚟之後個彎位一條馬路喺呢個位嘅，而家就變咗係呢個啦，跟住就會見到呢、這個。哦，哇！呢、這個勁喎，呢、這個可唔可以轉得太快啦？可唔可以教翻慢啲啊？暈喎、啊！跟住就木馬就喺呢個位啦，跟住呢個就麗寶宮同埋白麗宮就唔知咩嚟嘅，跟住哇呢個係 G-Force 嗰啲嚟嘅，咁勁嘅喂，好誇張喎真係，跟住後面就一個呢、這個誇張得滯啊呢、這個都。這個是一個海盜船，海盜船就是360度的海盜船，跟住就是動物園，動物園就有動物的，哎，不要說廢話了，跟住就沿著這個動物園，後面回到頭就會見到恐龍屋，咦，恐龍屋看不到，這個就是恐龍屋了，這裡有一隻dinosaur，跟住就是展示的冇乜特別啦，跟住呢邊應該就是宋城啦，佢講嘅係啦，咁應該拍劇就喺呢度拍啦，咁就摩天輪，好，仲有呢隻經典嘅恐龍屋嘅恐龍，哇！睇完啲嘢啦，跟住有得玩嘅咧就係呢度咁樣樣。可以訂呢個香口膠啦，咁有呢啲獎品啦。我呢啲都係未見過嘅康樂棋，同埋呢日糖我都見過嘅。跟住就麗苑公仔啦，咁有呢啲 souvenir 啦，獎品啦。
麗苑的巴士，巴士迷啱曬啦。咁就麗苑的碰碰車啦，麗苑的船啦，咁樣樣。好，咁我哋可以訂呢個啦，咁樣樣。就係、是、我訂中白色同紅色大獎。咁我哋可以試一試先。我諗求其咁樣掉一掉啦，咁就係咁樣樣。好，呢度仲有其他嘅展覽啦，都會見到啊，陳偉行小姐都喺度拍呢個片尾街啦。跟住側邊咧，仲有一個遊戲玩嘅，就係仲有呢個掟波波遊戲，即係就咁啦，揸住個波啦，就掟出去。係，我證明我係一個遊戲白痴嚟嘅，所以係玩唔到呢啲波嘅。如果你係遊戲天才咧，你就過嚟呢度玩呢個掟波波啦，剪咗出嚟之後就變成咗咁樣之後咧就。再整成咁樣啦，跟住又攞啲繩去扎住，就可以戴上頭度啦。應該係俾小朋友玩嘅。睇咗咁耐啦，大家有冇啲係見過或者識得嘅咧？我就真係唔係好見過，除咗個門口嗰個門口位置，我咁其他嘢我都唔係好見過嘅。咁如果你見過嘅，留面留言話俾我聽，你見過啲咩啊？同埋係咪真係入過去啦？同埋以前啲戲飛咩價錢嘅咧？咁好啦，唔講咁多啦。咁下次有咩瞓咧，再同大家見。好啦，拜拜。喜欢就赞好分享给朋友看，订阅完之后按钟仔，下次抢先第一批看。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 仔，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page， 有东西看，在下面留言和我们聊一下。下次见，拜拜。